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442页第三行，从当中看起。又法华玄奘曰：“阿云吾，就是翻成中国的意思，是吾的意思。六多罗翻成中国意思是上，三翻成中国意思是正，藐翻成中国意思是等。啊，那三这是正，菩提是觉的意思，翻成中国是觉。”整个翻成中文，即是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这一句文呢是可以翻的，啊，一点都不麻烦，啊，翻成无上正等正觉。他为什么不翻呢？当年翻经定的体例有五种不翻。这个是属于尊重不凡，保持他的原因。为什么尊重他呢？学佛求什么就求这个，这是佛法修学最高的一个目标。啊，这个里头如果把它分开，有正觉。正等正觉，无上正等正觉，啊，可以这样读法。阿罗汉只有正觉，啊，这是一切算是有果位的了，啊，真正佛教的果位，等于是拿到学位了，啊，阿罗汉正觉。菩萨呢，正等正觉，比阿罗汉位次高。最高的是无上正等正觉，这是佛陀。啊，所以这三个名称，佛、菩萨、阿罗汉，是看到你有没有拿到这个学位，不是说别的。啊，所以至于认不认识字没关系。啊，有没有读过这些佛的经典也没关系。不读经典也能拿到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实在讲呢，不一定一定要学，不一定要学佛。啊，学别的法门，你能够用佛法的标准达到这个标准，通通承认的是正等正觉，是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不一定要跟佛学，这个有道理。啊，佛教一点这个跋扈啊、专制门户之见，通通没有。啊，八万四千法门是佛教建立的。那无量法门就包括其他的，包括不是佛教的，啊，能做得到啊？他只是叫你放下。啊，阿罗汉放下见思烦恼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执着，我们对事处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了，就是正觉。啊，就是阿罗汉。啊，正等正觉，不但不执着了，连分别都没有了，所以心越来越清净。
啊，那叫菩萨。无上正等正觉是不起心不动念，外面清清楚楚，眼看得清楚，耳听得清楚，听了看了怎么样，没有起心动念啊，看得清清楚楚，听得清清楚楚，是慧，这个叫慧。不起心不动念，那叫定啊，有定有慧。不起心不动念呢，它是圆满的大定，就是自性本定啊，自性本来就不动的。慧能大师坚信的时候说，他说五句，第四句说何其自信本无动摇，那就是自性本定啊，就是不起心不动念。啊，所以张家大师当年教我什么是佛法，看得破放得下，就讲绝了，讲完了啊。看得破是明了，放得下是功夫啊，你见色闻声你就起分别，就起执着，这叫凡夫，叫六道凡夫啊。见色闻声起心动念分别不执着，没有执着，这就叫阿罗汉。见色闻声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是菩萨啊，见色闻声不起心不动念，这叫佛陀，那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。所以这是佛法修学这个目标啊。总结这一句话，尊重它，不翻成中国意思啊，翻它的原因啊，因翻他的因啊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尊重不凡。大智度论第八十五有一句话，为佛一人，智慧也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只有佛陀才有这个说法啊，只有到佛陀这个位置，佛陀是一个人，那菩萨多了啊，菩萨大乘里面有五十一个阶级，菩萨有多少？五十一个阶，五十一位菩萨啊，就是从一年级、二年级啊，到五十一年级啊，第七年级。如果我们把它分成像现在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，就更好懂。是信位是小学，是住是中学。是行是大学，是地是研究所。如果我们这样分的时候就很清楚啊，能体会到很清楚。啊，但是它每一个阶段呢都是十个位次。啊，信位菩萨从初心、二心、三心到实心啊，实心里面
第七性就是阿罗汉啊，等于小乘阿罗汉。为什么呢？他们执着没有了，就是见思烦恼断了。啊，这第一个修为拿到了。啊，第二个修为，在一般讲，拔性到实性，这是菩萨正等正觉。往上去，圆教初住，啊，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、实地等觉，这41个位次，啊，41个位次，都叫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我们中国人常说的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那佛怎么会有这么多阶级，这么多佛？啊，41个阶级，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诸佛，你看姜维农居士讲义里面说得很清楚，那个诸佛就是41个阶级，佛有41个阶级，那都是佛，真佛不是假佛。啊，为什么有这么多？因为他都不起心不动念了，你不能不承认他是佛。虽然不起心不动念，他习气没断，哈，习气不好断呢。啊，所以还有余习，余习重。地位就浅，习气少呢，他的就高，地位就高。啊，所以把习气分为41种。到等觉，习气完全断干净了，那就成了究竟佛果了。啊，习气没有了。他就不算在这个菩萨位次里头，他算佛了。啊，因为这41个位次叫化身大士，叫化身菩萨，啊，41个，啊，再往上去，成佛不成菩萨，啊，所以也可以说这个。大智度论里头，这个就这就是讲的妙趣，为佛一人智慧，是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华严经妙趣为。啊，化身菩萨是真佛，不是假佛，不圆满。天台大师说6级佛，说6种佛。啊，这是究竟圆满的一尊佛。这6种佛呢，第一个是理即佛，从理上来讲，一切众生统统是佛。从理上讲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一切众生都有佛性。凡是有佛性的，那就称之为佛。哪一个没有佛性？佛的意思是觉的意思，觉性。一切众生个个都有。啊，人有，天人也有，畜生也有，恶鬼也有，地狱也有。
不但有情众生有，现在我们知道无情众生也有。啊，树木花草有，山河大地有。为什么？性是万物的本体，一切万物都从自性生的，所以自性本来是佛。啊，这从理上讲，叫理即佛。那么从事上讲呢？实际上我们是佛没说迷了，换句话说，众生叫糊涂佛。啊，六道众生叫糊涂佛。啊，修行成就的，那叫明白佛，他真明白了。佛本来是明白。啊，他把障碍统统除掉了。啊，执着是障碍。分别是障碍。起心动念是障碍。这三大类障碍他统统放下了。这就叫佛。这是究竟圆满的佛。啊，这些道理要搞通搞明白，然后就晓得我们修行啊，怎么从哪里下手，怎么个修法。这很重要啊。啊，真能成就啊。啊，人人都能成就。啊，凭什么？凭我们本来是佛。佛在华严经上说的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又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。啊，这都是华严经上的经文。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自己，不能轻看了自己。自己跟诸佛如来平等平等。啊，只是他去了，我现在还在迷。他放下了，我还没有放下。啊，他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，我现在一样也没放下。不一样的地方就在此地。那除此之外，我们没有差别。这佛教是平等的，所以佛教不能说是宗教。宗教就是人跟神不平等，人跟上帝不平等。啊，在佛教里，人跟一切佛完全平等。啊，所以佛教是教育。啊，它不是宗教。佛教里一切平等，啊，佛是老师，我们是学生，师生平等的，啊，学生修学一段期间可以达到老师同样境界，啊，甚至于还超过老师的，超过老师，阿弥陀佛就是个例子。啊，阿弥陀佛他的愿力，他的智慧，大德大贤，超过诸佛。啊，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如来，阿弥陀佛的成就超过老师了。老师欢喜，老师没有嫉妒，没障碍啊。啊，今天初三，我们这个小村，这个小团体举行一个大家在一起过年团拜。啊，娱乐节目里头
有一个财神爷，你们今天看到财神啊，财神戴的乌纱帽，他不是乌的，他是红的。你看到这个帽子，这个帽子在中国叫敬贤冠啊，帽子前面低一层，后面高一层，像楼梯一样啊，两个台阶，后头比前面高，表法了啊，代表什么呢？时时刻刻要想着，要念着，后一代要高过我们。这个国家才会有前途啊，这个家庭才会兴旺啊。如果下一代不如我们，这是走下坡，一代不如一代，到最后会灭亡，一代比一代超越，兴旺啊。啊，学生要超过老师，这是老师的期望啊。啊，老师在多做台阶，让你踩着老师肩膀，踩着老师头顶往上升啊。啊，这个老师欢喜啊。那如果这个老师是怕学生超过自己，这个老师有罪啊。这个罪很重啊。啊，令法。教老师教学生的时候教一半，自己留一半，怕将来学生超过自己。这种人真有，不是没有。啊，国报都在三途。严重的就在地狱。啊，事很复杂，心也不一样。啊，从看你具体是什么心，造的是什么业，轻重不相同。所以从这些地方都能把佛教看出来，它的的确确是教学教育。啊，与宗教风马牛不相干。学佛是学什么？就是求无上真等真觉。啊，不是求名闻利养。啊，不是求七情五欲的享受。与这个通通不相干。啊，就方东梅先生说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最高的享受与社会地位不相干，与财富不相干。啊，最高的享受孔子得到了，孔子是平民，在社会上没有地位，啊，孟子也是平民，又没有财富，啊，所以是普通的老百姓呢，他有最高的享受。从哪里看出来？《论语》第一句话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那就是最高的享受，他活得快乐，他的喜乐从哪里来的？是从学习来的，学圣人，学贤人。
啊，这是学。习是什么？习把所学的落实在生活。他所过的是圣贤的生活。啊，怎么不快乐呢？在佛教的过的是佛菩萨的生活，虽然没有地位，没有财富，过的佛菩萨的生活，啊，世间人家神仙的生活。啊，方东梅先生把它称作人生最高的享受。这个下面是黄念老所说的话，卧道众生善根微弱，不是没有善根，善根不足，善根没有力量啊，很容易受外面的诱惑，这就是善根微弱啊，善根如果具足，外面境界不会动摇的啊，所谓财色名利啊，都不能够干扰的，那是善根有力啊，善根没有力就会受外界影响，福多虚也啊，善根微弱，俗业，这是过去生中造作的善不善业，这个里头所指的多半是不善的啊，恶业。蒙佛愿力加持，摄受往生呐！啊，这个在其他法门里头没有，只有在经中法门。因为这一段是讲三恶道众生，三恶道众生也能往生，地狱众生也能往生，啊，这个是过去生中曾经修过佛，有善根啊，善根力量虽然不强，但是它不是没有。啊，像弥陀经上所说的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得生彼国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多善根、多福德、多因缘，这往生净土啊。啊，卧道里面众生善根微弱，只是说他善根微弱，没有说他善根少啊，善根为什么变成微弱，他都在卧道去了，善根不起作用，这些善根都是过去生中多生多劫累积下来的，在阿赖耶里头啊，他们也是多善根多福德，
没有遇到缘，一念之差都在卧道啊，在卧道里受苦，苦尽甘来啊，苦受尽了，佛看到缘成熟了，化同样身啊，他在地狱就化地狱身，他在恶鬼，佛就变成恶鬼身，跟他讲经说法，劝他念佛求生净土。他要真相信，真听懂了，真正发愿求生，佛就来接引他。啊，所以这个法门能度六道众生，能度地狱众生。啊，问题这个众生呢，一定要能相信，要能回头，要能认错，啊，想忏悔，知道错了，后不再做，感应立刻就现前，啊，他这个一念就能完成。啊，生彼土矣，这个土是极乐世界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，悉令成佛。啊，那是阿弥陀佛教他，啊，决定教导他，帮助他成佛。啊，此时阿弥陀如来慈悲之极致，无上甚愿。啊，这一桩事情，真是实实在在，是阿弥陀佛慈悲到基础，啊，这是四十八愿的第二大愿呢。啊，念老称之为慈悲之极的深愿。盖以从卧道待业往生之众生，得给我们解释，俗居卧业，应堕卧道。啊，凡是从三卧道来的，绝大多数在人道里面呢也不如意，死了之后又回到三卧道去。读地藏经你知道，地藏经里头三卧道的啊，这些鬼王鬼族啊，看到这个人在卧道里罪受满了，到人道里去了，没过几天他怎么又回来了？啊，鬼道跟人道的时差不一样。啊，鬼道一个月是人间的一天。啊，纵然在人间活个七八十岁，在鬼道里头没几天。所以鬼说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为什么？卧道习气在，他有造卧的习气啊。可是他往生极乐世界就没问题了啊。但因弥陀愿力加持，往生极乐世界不负更多善途。这个利益了太大了。
啊，生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的环境殊胜。啊，阿弥陀佛教学没有一天中断。你不会造业，恶业的习气在西方极乐世界自然就化掉了。啊，那个地方六尘说法，无论你在什么地方，你都听到的时候，佛给你讲经。啊，你喜欢什么样的经典，他就给你讲什么经典。帮助你不断向上提升，你不会退转，你不会堕落。啊，所以保证你一生成佛。啊，所以念老真的说得很好。啊，但因弥陀愿力加持，往生极乐，不复更多三途，故曰不堕恶趣。啊，下面举例子，龙树大士云，这龙树菩萨讲的，若人生彼国，终不堕三趣。啊，举龙树菩萨的话来作证。啊，如果不往生极乐世界，三途是常去，来来去去常去。又善导大师曰：“乃至成佛，不离生死，离是经历。”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不再经历生死，生死是六道轮回。永远脱离了，是则横出六趣。啊，怎么叫横出呢？一般修行是不断向上提升。菩萨五十一个阶级，啊，一步一步到顶点，啊，是这么超越的。净宗不是的，从人道。这个地方寿命到的时候，他就到极乐世界了。啊，他不通过大乘小乘，不通过声闻缘觉菩萨，不通过这些，他叫横出。生到极乐世界，那个世界是一佛乘，那个里头没有大乘小乘三乘，没有这个。那个全都是成佛，所以叫一佛乘。我们再看后面这一段，又此章大愿，莲公汇集这一篇。是以二十四愿为章，二十四章，以四十八愿为目，所以每一章里头有好几愿，也有一愿的，有两愿的，有三愿的，有四愿的，不等。啊，那么第一章里头，这第一章有两愿。一者恶趣众生，一得往生极乐，不复更堕恶道。表弥陀悲心无尽，度化无余，啊，极乐世界能戒引恶道众生，
啊，这是不可思议的。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啊！啊，二者呢，凡是往生者，悉皆作佛，究竟菩提。这个究竟菩提就是究竟证得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究竟有圆满的意思，圆满正等。由此可见呢，弥陀本性，阿弥陀佛是什么心啊？念念愿一切众生成佛，这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，应该要发这个大心，一切时一切处所面对一切众生，要跟阿弥陀佛的心愿一样，愿这一切众生统统成佛。啊，怎么成佛法？我们劝他念佛，劝他往生，这就是我们帮助他一生成佛的方法。啊，以真诚心，真诚心能沟通，啊，这些小动物用真诚心，啊，很容易沟通，跟花草树木也用真诚心，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树有树身，花有花身，草木有草木身，啊，都很容易沟通。啊，一般人知道有树身有花身，不知道这个小草有身。啊，没把小草放在眼里。啊，佛的戒律上有这么一条，清净比丘不踏僧草，啊，持戒清净的人爱护小草，啊，不可以踩在脚下，啊，除非你一定要从这里通过，这个地方没有路，这是不得已，啊，也要向小草道歉，我实在不得已，啊，如果路算是远一点绕一点，也要从路上走，不能太草，啊，我们知道小草有神，是陈小旭告诉我的，啊，他的先生可以作证，啊，他告诉我，有一天晚上，他们夫妻两个在房间里，啊，忽然感觉到这个房间里面气氛不对，啊，心里很不安。这两个都是佛教徒，心里想到这有问题，啊，就做了一个祷告。如果真正这房间里有神灵，你就显一显给我们看看，这怎么显法呢？这房间有电灯吗？
你让电灯闪一闪啊，说了不到两分钟，电灯果然闪了一下，他们吓到了。他说那怎么办呢？是我们不能沟通啊，我看不到你们的啊，你们找我有什么事情？他说这样好了，睡觉的时候你们托梦给我啊，这他们俩就睡觉了。晚上真的梦到什么草木声，他叫草木声，就是小草。他说我不是别的地方的，是你们家院子里头啊，来求你们给我们浇一点水，我们都快要干死了啊。那个花园是他父亲照顾，他父亲是只浇花没浇草啊，所以草真的都黄了。到第二天早晨，这个梦醒了之后到院子看，果然没错啊，草没人浇，他父亲没浇，他就拉到水龙头浇草。他父亲浇草干什么？浇花要紧，他不说话。啊，他告诉我草有神的，不是假的。那我们千万不能小看他了，这佛器戒经里头有啊，很少说草有神，花神倒说得多啊，草神很少人说，真有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得到一个证明。他不会打妄语啊，所以以后看到这些草我们就特别注意了啊，决定不敢轻易去拆它啊。佛在戒经里面讲的是正确的，一点都没错啊，我们不能仗势欺人啊，那是众生。华严经上说得好，情与无情同源种植，源是圆满，智是一切种植啊，情是有情众生动物啊，无情的植物矿物啊，植物矿物我们成佛，他跟我们一起成佛佛说的不错啊，跟我们一起成佛也是有缘的，所以佛度有缘人，没有缘也不行弥陀本心啊，这一句特别重要，念念愿一切众生成佛，而此愿即已成就，这一愿兑现了，阿弥陀佛做到了，不是假的愿，是真的愿啊，足证弥陀智慧功德威神利用不可思议啊，从这证明阿弥陀佛的智慧，阿弥陀佛的功德，阿弥陀佛的威神，阿弥陀佛的利用不可思议啊，莫云这个末是经文，经文最后一句
得是愿，乃作佛；不得是愿呢，不取无上正觉。无上正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这个愿成就了。阿弥陀佛就成佛。如果这一愿不能成就，他就不成佛。啊，世尊告诉我们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成佛已经十劫了，这个愿早已经圆满了，四十八愿愿愿兑现，没有一愿是虚愿啊，不能兑现的，每一愿通通兑现，表此愿成就啊。我方成佛，我法藏菩萨自称啊，我方成佛。若此愿不成呢，我终不成佛啊，故曰不取无上正觉。以下故愿简为不取正觉啊，这个以下往下去这四十六愿啊，在这个汇集文字省略了啊，只用不取正觉四个字啊，把不取无上正觉无上两个字省略掉了，文字尽量的精简。这是第一章啊，两愿。我们再看第二章，报身树身，第二章里面第三愿到第五愿，三四五三愿，第二章我们看经文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，借具慈母真经色身。这是第三愿，身习经色愿。啊，我这个念老注解说得很清楚。啊，这一章啊有三愿，啊，具三愿。刚才念的。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，借具慈母真经色身，是为第三啊，第三愿身习金色愿。这是阿弥陀佛无界修行考察设方一切诸佛刹土，看到许许多多像我们六道轮回人呢取的这个身，这身不好啊，这个身不清净，
这个身刹那刹那在起变化，很脆弱啊，他发了个愿，愿一切往生到极乐世界。这个人身体跟佛一样，佛是无量劫功德成就之身呐、啊。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众生有很多是三恶道去的，哪有这么大的福德了？啊，功德没有，福德也没有啊。啊，蚂蚁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身跟弥陀身一样，相跟弥陀身一样，这个我们无法想象。那这什么原因呢？阿弥陀佛的本愿，这个愿不兑现，他不成佛。以他的愿力，以他的念力，以他的功德来加持，我们有理由相信。啊，理由是什么呢？理由是念力。念力不可思议，啊，我们在去年，我记得好像三月，美国的修兰博士到我这儿来访问，啊，我很想跟他见一面，他来了。啊，这就是世界上有名的用念力治疗疾病，不要用药物，也不要打针，完全用念力。啊，是他的念力能帮助别人。都很多都是得绝症的人啊，医院里宣布他这个病没法子再治了，放弃治疗啊，告诉他的家人带他回去，他的寿命只有一个月，顶多两个月，啊，好好照顾他，都是这一类的病情，啊，找到他，啊，他治疗的方法很简单，只要四桩事情，第一个。他的姓名、名字啊，告诉他。第二个，这个病人出生年月日。第三个，病人现在在什么地方，地址给他。第四个，他的病历啊，医院这个报告病历给他就行了。啊，他得到这四种资料，每一天用半个小时。啊，方法
是佛法里面讲的观想。啊，他是把一切杂念放下，完全用清净心。啊，我问他，你这个是治疗的原理是什么？清净心。啊，首先要把自己不善的念头完全清除掉，善的念头也清除掉，这个对的。为什么？不善的念头是三恶道的因，善念是三善道的因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善跟不善通通清除掉，清净心现前。用清净心观想这个病人跟自己是一体，啊，把病人想成跟自己是一体，啊，打开他的病历，现在我自己有这些病历，啊，我用我的清净心把我的这些病通通恢复到正常，对方那个人呢，病就好了，所以不需要跟病人见面，距离几千里都没有关系。用念力治疗，你看看他能够加持别人，他的一生治好了几千人，那是世界闻名啊！啊，所以我问他，你用什么道理？你用什么方法？他告诉我。啊，道理就是清净心，知道是一体，用真诚的爱心，所以他只有四句话，口诀就四句。啊，第一个对不起，请原谅。啊，还有两句。我爱你，谢谢你。你看，就这么四句，口诀就这四句。啊，要念多久呢？这个观想呢，半个小时，每一天做半个小时，一个月，30天就好了，就恢复正常了。啊，自己恢复正常了，对方的病就好了，这神奇呀！啊，不要见面的。没有医药，啊，没什么都没有。这个方法是夏威夷土著祖宗世世代代传下来的，啊，他学会了，到处救人呐，效果卓著啊。那么他都能做到，阿弥陀佛做不到吗？这是阿弥陀佛用他的愿力、念力来加持恶道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啊，去做佛去了，啊，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秀兰博士这个例子，我们相信阿弥陀佛能量比他高。比他大，啊，肯定有效，啊，这个人就在我们眼前，啊，他告诉我，每个人都可以学会，最重要是清净心，啊，心里头善恶念头都没有，啊，你看我们学净宗的人，把清净心，心里头。善念恶念统统打扫干净，啊，空空洞洞，清净心现前，把阿弥陀佛请来，那个能量比他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呀！
啊，方法这么简单，道理很清楚，啊，那么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心里面这些脏东西没有办法把它清除掉，啊，他来的时候，我告诉他了，我说这个方法好啊，如果到真正有灾难的时候，医院没有了，医生没有了，医药没有了，怎么办？这个方法最有效。啊，我们看过这个现实的例子，对阿弥陀佛的加持，我们就深信不疑。啊，所以阿弥陀佛加持能叫一切众生生到极乐世界，身体跟他一样，自摸真金色身。是为这第三，身悉金色云，啊，身彼土者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身界自摸真金之色，真金色者，盖为如来之身色。真心不但是色好，而且金还有表法的意思啊，表永恒不变啊，你看在五经里头，金银铜铁锡除黄金之外，银、铜、铁、锡都容易氧化，它会变。啊，只有金的颜色它不变，所以金被人看中，认为是宝，主要是这一点。啊，它不变，不变是真。会变是假的，所以佛法说到真，常常用金做比喻。啊，那么这个金色身就是不坏身。啊，金刚不坏身。如来所证得的，啊，金刚不坏身，法身菩萨就证得了。法身菩萨是分真即佛，真佛不是假佛。啊，天台大师的六即佛，啊，前面说过，理上讲，一切众生都是佛，叫理即佛。啊，事上讲，我们是凡夫。啊，凡夫称佛叫名字即佛，有名无实。啊，名字。名字是学佛，没有定慧啊，叫名字众人呐、啊，没有定慧，功夫不得力了啊。持戒目的是得定，持戒而不能得定，是名字为众人。功夫得力，
叫观行即福。啊，观是直观，直观就是禅定，他修了，他真正修，功夫得力。啊，在我们念佛法门里面叫功夫成片，那就是观行即福。啊，功夫成片，就保证你决定得生净土。这个境界并不高。啊，决定生净土。啊，什么叫成片？心里头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了，全都放下了，叫一片，叫功夫成一片。啊，这是一心不乱的最浅的。啊，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。啊，如果说做是一心不乱离一分，那个很难，未必能得到。啊，功夫成片，往生极乐世界，生凡圣同居土。啊，成片里头也有高下不一样，所以也有三杯九品。啊，那么要念到四意心不乱。这是天台大师讲的相思即福，提高了。相思是很像，很像佛，不是真佛。啊，为什么不是真佛呢？还用阿赖耶。啊，四一心不乱。啊，从这里再向上提升，理一心不乱，理一心不乱见性了，明心见性了。啊，不但定的功夫啊，他开悟了。啊，相思是有定没有慧，慧也开了之后，就是分真即福。啊，生到极乐世界，生十报庄严土。啊，四一心呢，生方便有余土。啊，道在这个十宝图里面，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了，叫究竟成佛了。啊，究竟即佛，他把佛讲成六种。啊，六种都是一个人。啊，我们凡夫到成佛有六个阶段。这六个阶段用一句阿弥陀佛，一生完成。所以叫当生成就的佛法了。啊，进度快慢那是靠自己，每个人不一样。啊，有人真用功勇猛精进，他就快，几年就成就了。有人十几年成就了，有人五六十年成就了。啊，各个人不一样。啊，真干，那个秘诀就是真的要放下才行，不是真放下了就没有办法。啊，张家大师跟我说的话不多，说绝了。我问他佛法修行的方法，如何能叫我们很快
其如佛境界。他只说六个字，看得破，放得下。我们精简一点，把得字拿掉，就四个字，看破，放下。啊，看破是明了，啊，明了事实真相，放下一切虚妄，啊，假的统统放下，不要放在心上。什么是假的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什么是真的？就这一句阿弥陀佛是真的。除这一句佛号之外，全是假的，都应该放下。啊，你真肯这么做，效果非常快速。啊，很短时间你就能够觉察到。啊。真正干的人，拼命干的人，啊，不要命干的人，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往生传上看到宋朝的盈科法师，这绝不是造谣生事。啊，这里头是记载，决定真实。啊，盈科是个出家人。啊，劣根性很重，也就是经不起外面境界诱惑。所以他迫切握住啊，自己回想自己的行为，知道一定堕地狱啊。他的好处就在这一点啊，还能反省，还能觉悟，知道自己的心性决定堕地狱啊，又怕地狱苦啊，这个人相信因果，向同学请教，你们有没有方法救我啊，让我不堕地狱。就有同学给他一本往生传，他每读一个人都流眼泪，都受感动。这一本往生传念了之后，他就发现念佛啊，把疗房门关起来，念了三天三夜不吃不眠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真诚心呐、啊，感动阿弥陀佛啊！阿弥陀佛现身给他看，告诉他，你的寿命还有十年，你好好修行，你命中的时候我来接引啊。这等于阿弥陀佛给他受记了啊，他的警觉性算是相当高，那这是真实智慧的表现。他向佛要求，我十年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跟你走啊，说出原因。啊，习气太重，经不起诱惑。啊，我十年不知道要造多少罪业。
啊，寿命不要了，现在就去。啊，阿弥陀佛同意了，告诉他，我3天之后来接引你。他非常欢喜啊。啊，房门打开，告诉大众，我这3天念佛，日夜不间断，阿弥陀佛念来了，告诉我3天之后来接引我。庙里没有一个人相信，你这种人怎么能往生呢？啊，不可能的。但是他说的话又不像妄语，很恳切。好在3天不长，我们大家看看你3天之后你往生不往生。啊，到第3天，他要求大众念佛送他，大众欢喜啊，我们念佛看你走不走。念到大概不到1刻钟，别人看不见，他看得见。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了。啊，我现在走了，跟大家告别，真走了。证明了《弥陀经》上所说的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若四日，若七日。啊，它是3天3夜。真的往生了。凭什么？凭万缘放下。我们念佛功夫为什么不得力？没放下吗？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，跟阿弥陀佛不相应呢。啊，不能放下，就是你没有看破。啊，这是早年张家大师教我的。啊，是不是真看破了？有一个标准。你用这个标准去测量一下，啊，没放下就是没看破，看破决定会放下。没看破怎么办呢？在经教上再下功夫，经教就是帮助我们看破的。啊，经教一定用真诚心、恭敬心、应足常熟、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，10分诚敬就得10分利益。像盈科那种人，因为怕堕地狱，知道地狱太苦了，啊，拼命地去念佛，啊，那种至诚恳切，一个妄念不夹杂，3天3夜。把阿弥陀佛念来了，他真往生了。啊，佛，他要求佛跟佛走，佛留了3天时间给他，3天之后来接引你。佛的用意慈悲到极处，让他表个法，鼓励这些念佛人，给念佛人做个证，念佛功夫不是假的，是真的。啊，只要你真正相信，啊，功夫不成熟，
是自己有业障，业障消除，也就是万缘放下，放下业障就没有了。啊，真正放下，跟佛就感应道交。我们这念头才起，佛就知道了。贤首过世，还原观上，三中周边，这很重要啊！啊，我们起心动念，立刻就周边法界。速度之快，没有任何东西能比，啊，光的速度、电的速度，跟这个念头无法比啊。啊，科学家推测，宇宙边缘上的心，光到地球上，要几百年、几千年，光的速度才能到地球。我们念头才动，周边法界。啊，我们知道所有物质现象全都是波动现象产生的，所以物质有波动现象，这个波动现象也是立刻周边法界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心里头的念头，我们身体健康状况，佛统统知道啊，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啊。诸佛跟这些大菩萨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啊。啊，我们对他的祈求有感应的。啊，他们是大慈大悲，为什么呢？在他的心目当中，我们是一体的。我们有分别执着，他没有。啊，一体，当然照顾。所以，佛门才有这么一句话：“佛是门中有求必应。”啊，这个求要如理如法。啊，求升官发财，求个人的福报，这个福不理你的，这个没有感应的，啊，非理非法的引求。啊，佛菩萨不会顾你的，如理如法的求，一定有感应。什么是如理如法？你要晓得佛的本愿是什么。啊，我们这个地方刚刚念过。佛的本愿就是度众生，念念愿一切众生成佛。你要用这个心去求，没有一样不感应的。你跟阿弥陀佛一条心呢，一个愿呢，哪有不得感应的道理？
啊，所以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敬宗同学，不能没有这一愿。我们心同福，愿同福，行同福。感恩就现前了，啊，佛的心愿我们这次的落实，跟他同心同愿同德同行，跟佛是一体，啊，哪有不照顾的道理。啊，众生的缘成熟了，我们就要干了。缘不成熟，下种子。啊，下种子就是一句佛号，让他听到。啊，书写阿弥陀佛的名号，让他看。塑造阿弥陀佛的形象，也是让他看到。一粒眼根，一粒耳根，永为道种。这是下种子，播种。啊，来生后世，他遇到缘，这个种子起作用。啊，最后他决定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已经有种子的帮助他成熟。啊，阿赖耶有这个种子，他看到听到欢喜，但是不用功，这个世缘放不下。啊，贪念这个世间福报，这要教他。啊，要教他多多听经，多多。读诵啊，听多了，读多了，自然明白了啊，他就慢慢会放下了放下的同时烦恼啊，烦恼轻，智慧就出现了，智慧就长了，根性好一点的人，三个月半年就有很显著的感触啊，自己会感触，哎，我变得比几个月前聪明了啊，这就好现象。啊，不像以前那么糊涂，越来越聪明了，啊，越来越有智慧了，这就是进步的现象。这个现象是个人的功夫，也是佛力加持。啊，让你生欢喜心，让你更努力，勇猛精进。啊，你希望在这一生当中成就，决定往生，不再搞轮回了，佛菩萨一定帮助你能满这个愿啊，关键就一句话，能不能真放下啊，真放下才有这个效果，不是真放下，那就没法子了。啊，所以这个
身悉金色愿，佛加持，我们相信啊，他真有能力。下面善导大师曰：“诸佛于显常住不变之相。”这一句话很重要。金是代表常住不变的，于是我们就晓得这个金的意思是形容啊，不一定真的就是那个黄的颜色，不是的。我们造佛像啊，要镀金、贴金，那是着了相。啊，真正的意思是佛的身相永远不会改变，这叫金色。啊，不会改变上永远年轻。就这个意思，寿命很长啊，没有衰老，极乐世界没有生老病死，寿命都是无量寿啊，看起来全是年轻人啊，这叫金色身啊，金表不变不坏啊，表这个意思啊，表法的意思多啊，不要执着了真正的黄金。日本啊，日西寺曰：“此表中道实相色。”中道实相永恒不变啊，他也有这个说法啊，日西有这个说法，是金此大愿，欲令一切往生之人同佛身相。这个地方是同佛身，皆真金色，此显圣佛不二，真实平等。啊，这一点，阿弥陀佛先前在210亿诸佛国度考察。他深深体会，很多佛国、佛的刹土，众生不平等，不平等引起很多的烦恼。啊，因为不平等，最容易引起的竞争、斗争、战争。啊，所以他就想到我们要避免这些，那怎么样？要求平等啊，从哪里做起呢？从身平等、相平等身跟相从哪来的？从心相生。我们每个人心里想的不一样，所以相貌不一样，体质不一样啊，道理在此地。阿弥陀佛如何教我们修平等的身相？教我们放下万缘，
你看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阿弥陀佛，哎，这就平等了。首先是五尘平等，啊，五尘是菩萨、声闻、缘觉、天、人。啊，这是最不平等的。如果通通都能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每个人都是这样修，因平等，到极乐世界果报平等。啊，这个法门是真平等的法门呢。欧耶大师用最简单四个字交代清楚明白了，这四个字：信、愿、持名。菩萨也是信、愿、持名，声闻缘觉也是信、愿、持名，人天也是信愿之名。前面讲的包括阎罗鬼欲畜生，通通都是信愿之名。理平等，修行的方法平等，得的果报当然平等。啊，理是佛在《观无量寿经》上讲的，一切众生，啊，这个包括十法界，甚至于包括植物、矿物的一切众生。本来成佛啊，观经上所说的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这是经中理论的依据，平等的，一切众生都有心，心就是佛，佛就是心。啊，是心本来是佛，现在念佛就是成佛，叫做佛。啊，念什么做什么，这要记住。所以我们不能有杂念，有杂念都搞六道去了。啊，把所有的念头统统换成阿弥陀佛，我只有这一念。除这一念，什么念头都没有。啊，单纯到了基础。啊，问我什么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就知道有阿弥陀佛。把这个心就系在阿弥陀佛上，住在阿弥陀佛上。这叫弥陀弟子，这叫真正念佛人。啊，这样的心态念佛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功德的加持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。啊，这四十八愿，细心去看。愿愿都得现，我们要不想，想不想？不多三我都想啊，想不多三我都到极乐世界去啊！十方世界，尽我们去游，
游览观光，也不会得三不道。阿弥陀佛保证了。极乐世界的人，无论到什么地方去，去什么？去救度众生，到恶道去救度众生，是菩萨的身份，不是恶道众生的身份。那么经此大愿，欲令一切往生之人同佛身相，皆真金色，慈贤胜佛不二，真是平等。极乐世界平等的世界，平等的法界，真平等。连身体是一样的，体质是一样的，相貌是相同的。故会所曰：是故愿也，我国人民纯以金色，无有好恶，比我平等，勤觉为顺，所以为顺之情，就是这个念头不会生起来。为什么？大家平等啊，不需要去比较，不需要去竞争，完全相同。标准是什么呢？标准是阿弥陀佛，也就是说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，这就没话说了。阿弥陀佛是什么身相？往生极乐世界人就是什么身相？身相怎么变的？神奇微妙不可思议。我们在经上体会，每一个往生人往生何处往生，这个诸位要知道。因为他往生的时候看到佛来接引，看到自己念佛成就的莲花，莲花上有自己的名字，佛拿这个莲花来接引，自己清清楚楚神识离开身体进入莲花，这个身体臭屁了不要了，进入到莲花，莲花就合起来，佛带着这个莲花到极乐世界，又回归到七宝莲池。在七宝莲池的这个时候，他身体产生变化，像蚕在茧里面一样。我们把莲花比如说茧，蚕在茧里面产生变化了，变成飞蛾出来了，长翅膀它会飞了，人在莲花里面产生变化，花一开，他的身相跟阿弥陀佛一样。不可思议，这个境界画不出来呀。江老师这幅画
你看，阿弥陀佛观音实质画得很大，往生的人都很小，其实完全相等平等的，画不出啊。极乐世界谁能画得出来啊？啊，只是一个大概啊。我们深入无量寿经啊，对这个事情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这个话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，帮助我们观想这个境界啊。极乐世界的殊胜没有人能够形容，没有人能说得出来，世尊在经典也只是说一个方法，说个大概啊。你要想真正了解清楚，你一定亲自去看看，行不行？行啊，求感应啊。最普遍的感应是梦中见到极乐世界啊，也有极少数的定中见到啊，念佛止境的时候见到，念佛绕佛的时候见到啊，感应不可思议。念老摩诃说，慧疏之说，正显中道实相之意。慧疏里头说的这些话，是康僧开的一本啊，日本这些法师学无量寿经，他就学康僧开的本啊，其他的一本他们几乎都不看啊，只有少数几个参考其他的本子啊，多数啊全依康僧开的本子、啊、这是说出极乐世界的真相啊，极乐世界的人纯一见色啊，就是不变不坏的色身，永远不变，永远不坏啊，虽然是无量寿，体质身相没有丝毫变化，这是我们需求的，无有好恶平等，大家一样，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啊，所以不会有念头产生，这个情，情就是念头，情见啊，我们见色就生情，情里头就是分别之处啊，里面就有喜欢讨厌，就生出这个，是七情五欲啊，没有这些现象啊，这就是真正中道实相之一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到此。